that's just a God give, you know, the God given blessing to me. I felt I got a satisfaction I never got before. Zhuhai 的学生呢，就是多才多艺的，就是说学生他怎么发展，怎么雕塑自己发展呢？就Zhuhai给他们一个人性化的教育课程。我哋每一年都会派学生去德国嘅大学交流啦。咁对于我哋其实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特点嚟噶。呢个教育中心提供好多自学嘅素材。咁令到學生可以學到即係外文啦，同埋啲純通識嘅科目。建築系嘅課程係以香港作為一個研習嘅一個基地，咁然之後咧就配以同一啲國際嘅接軌，從而令到咧中西合璧。我哋會教佢究竟點樣去變成一個識得起樓嘅建築設計從業員。大一的課程上，我會訓練學生，培養他們思考，開始練習思考判斷。分析，我想这是能力的培养的，是我们信用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我觉得珠海学院的课程咧，系呢一个理论同埋呢一个实践咧都并重的。咁佢喺到三年班嘅时候咧，就会安排一个实习俾我哋。咁完咗之后，我就转咗去呢一个无线电视嗰度做嘅。喺土木工程呢个课程里边训练咗出嚟咧，佢真系要具备咧，就去解决唔同问题嘅能力。咁甚至第時佢可能會遇到一啲咧，就係同土木工程唔係直接相關嘅問題。咁佢都知道點樣去做一啲資料搜集，點樣咧去分析。商業資訊學系咧，本身咧就圍繞住兩方面啫，主要咧就第一咧就商業管理嗰方面，而另外一邊咧就資訊科技嗰方面。學生能夠係考取好好嘅專業學會嘅資格。在珠海学院学习的是新闻系嘛，在新闻系里我学习的内容和在内地有很大的不同，我想两边的文化都接触的话，作为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话，应该会更加的公正和客观吧。Everybody is really really friendly. When I first arrived here, I felt really like it's just a big family. I had some really great teachers with great teaching skills. 佢哋可以从事学术研究。家學語言以及文化藝術各種的工作嘅，呢啲咧佢哋都係非常好嘅表現。佢哋嘅學習嘅經驗咧，可能會比其他啦，就一啲同學咧就更加廣同埋實用嘅。我哋嘅會計同埋銀行咧，係唯一香港將兩方面嘅知識咧融合嘅一個學科。1947年成立嗰陣時，已經貫徹緊東西文化橋梁的交流，咁喺呢方面，我哋喺64年來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嘅。咁我哋希望繼續喺國際化方面做得更好。2013年係我哋一個新嘅里程，我哋希望喺2013年恢復翻大學嘅名之後咧，更加可以做得更好嘅。And perhaps will influence the whole China.